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我这次收假回来呢，我家的蚂蚁啊，就跟我说，他前几天啊，去逛 YouTube 的时候啊，看到了一个 YouTuber 做了一个神曲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啊，不得了啊，真的是神曲啊。所以呢，我就马上呢，想要呢来 cover 一下。那这位 YouTuber 呢，叫做 OK Boom。那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去看看他的 YouTube， 然后帮他订阅一下，按个喜欢。那我们现在不啰嗦，好不好？马上麦克风拿过来。天王酒驾何处有？三天一次一米九，人生七十古来是一滴滴的缘分啊！第一是物者林俊杰，古板原野李树金，当时多么多么均匀，围攻凝结李树金，专长当时最放心，人生放肆迷了途。天涯何处觅芳草？别梦一笑逍遥遥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多次自有多孙福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天路家在联络簿，窈窕淑女，容不应酬，昔日不见，如隔一周，亡羊补牢，黄泉在后，谁人在周？一人煮粥，本是同人生，相见如小孩。就千里路，不要带我远近，一朝便是妖，处处闻啼鸟，留得青山在呀，到处都能烧。Yeah, sure.